Hello，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Gloria。今天这期视频呢 ，Gloria 要为大家推荐一款我最近疯狂种草的一个家用面膜仪，就是这个 Current Body Skin 的这一款升级版的全效面膜仪。经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都知道，我平时一般分享的都是穿搭类的开箱，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大家发现越来越对自己的面部情况上一些心，不能再像年轻时候一样每天就敷一把脸敷敷面膜就完事儿了。所以呢，自从今年开始呢 ，Gloria 就认真的研究了一下市面上的各种各样的美容仪器，然后有一些踩雷的，也有一些种草的。那像今天呢，就想给大家先推荐这么一款，我自己觉得近期发现的非常好用，对你的皮肤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可以起到一个针对性修复的这么一款家用面膜仪。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就继续看下去吧。这个 Current Body 的面膜仪呢，我是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入手的，它其实是这个品牌的一个升级换代版本。4-in-1的光照面膜仪，你打开它的包装会看到这么几个产品，其中最主要的当然就是面膜仪的本仪，这个是它便携的一个移动电源，搭配这么一个可以拆卸的黑色的固定它的束带，以及这两个保护你的眼睛避免强光照射而损害你的视力的这么两个眼罩，还有这么一个充电线。这款4-in-1的光疗面膜仪呢，是采用全球不管是医美诊所啊，或者是美容沙龙啊，非常先进的技术来活化你的肌肤。它是通过5种不同波长的 LED 光制作，设定成了4种模式，或者可以称作4种不同功效的疗程，可以非常针对性的解决，不管是你的肌肤暗沉、毛孔粗大，或者是改善你的细纹、细小的皱纹的这一些常见的肌肤问题。如果你仔细看这一款面膜仪的上面，它是带了很多个专业性的硅胶这么个小点点，可以最大程度化的贴紧你的面部，提供最适合我们面部的波长，深入你的肌肤的基底，激发促进你的胶原蛋白的形成。像它的介绍上面是说，一般情况下只需要4到6周，你就可以根据你不同的使用的疗效模式，获得更紧致或者更明亮的肌肤状态。像我们平时不管是因为年龄的增长，或者是因为经常熬夜呀，经常暴晒，都会导致支持你皮肤状态的胶原蛋白的流失，以至于导致你的皮肤出现下垂呀、细纹呀、鱼尾纹、皱眉纹或者嘴角这种八字纹的形成。所以我们一定要趁着刚刚出现这些迹象，或者还没有出现这些迹象的时候，来配合使用一些优质的光疗面膜仪。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再仔细的介绍一下有哪些疗效模式。第一种呢，就是这一种红光的模式，也是它的老板拥有的这么一个疗程。红光的模式呢，我先关了吧，要不然照得我有点吓人。红光的模式呢，它是叫紧致模式，它是通过633纳米的红光加660纳米的深红光加830纳米的近外红光，这么3种不同波长的红光起到一个紧致你皮肤的效果，它主要就是一个抗老的作用。所以如果你对抗老有需求的话，可以使用这一种红光的模式。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这个黄光的模式，它是起到极致修护作用的这么一种疗效，它可以修护你的屏障，一般呢会推荐比如说皮肤瑕疵比较多、有痘印的困扰，或者黄黑皮、平时比较容易暗沉的姐妹们，就可以多多的使用这一个黄色波长的光照模式。像我自己平时也会比较经常的使用这个模式，因为青春期的时候我自己长了很多的痘痘，所以我有很多的痘印。我是在试用的初期坚持用了大概4周左右这个黄光的模式，我觉得整体上我的痘印都有一个显著的减轻。当然我这个指的是那些浅浅的痘印啊，如果你真的是已经形成了痘坑这种情况，大家就可能要寻求一些医美的手段，就不能依赖这种家用的面膜仪。这种黄光修护的模式呢，就是采用的590纳米的黄光加830纳米的近外红光，起到一个修护以及淡化你的瑕疵的这么一个功效。第三种模式呢，就是这一款绿光的美白焕亮模式。这款模式是搭配了532纳米的绿光加上830纳米的近外红光，来对你的肌肤起到一个击退暗沉以及均匀肤色的作用。如果姐妹们是属于敏感肌或者比较容易泛红的皮肤的这种肤质，就可以多使用这一款绿色的光效。如果是你平时经常晒太阳，或者什么时候暴晒结束以后，也可以使用它作为一个紧急的修护，然后避免你的暗沉黑色素沉淀进你的皮肤，起到一个美白的功效。最后的一种呢，就是格拉平时自己最爱的模式，也是我觉得最黑科技的一种，就是这个全效模式。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是五彩斑斓的这么一个颜色啊，这个五彩斑斓的光照呢，就可以为大家起到一个分区护理的功能，就是你每天只要敷10分钟，就可以针对不同部位经常发生的一些皮肤的问题来进行针对性的护理。就表示和我这种懒人，所以像我开始集中使用了4周减轻痘印的这种黄光模式之后，我就一直在用这种全效的模式。
大家可以看到它在眼周部位是使用的畏光的模式，可以淡化你的黑眼圈，提高你的眼周的暗沉。我们平时起痘痘出油最多的地方其实都是脸颊和鼻头的这些部分，所以这个黄光修复就是专注于在你的脸颊和鼻翼的部分。像你的额头啊和嘴唇的周围是采用红光的模式，因为像抬头纹呀以及你的八字纹呀这一些都会最容易出现在你的额头以及下巴的部分，所以抗老这个功能它集中的是使用在你这两个部分，可以紧致你的肌肤，淡化细纹。我对它的使用的体验就是它针对我均匀肤色和对我这种平时一笑啊这种大笑产生的表情纹起到的一种修护的作用是比较显著的，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不鸡肋功效可以肉眼可见的这么一款产品，所以我今天推荐给大家。那么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使用方法，其实非常的容易啊，就是你平时脸洗干净并且一定要擦干之后啊，可以涂上 Recurrent Body Skin 它自己搭配的不管是面膜产品或者是精华产品，薄薄的涂抹一层在你的脸上，然后就可以这个眼罩然后戴上这个面膜仪，选择你想要的模式。你可以在刚开始使用的时候前4到6周吧每天集中的使用10分钟，它10分钟之后会自动停止，你也不用自己去计时，也不用担心光照时间太长会对你的皮肤有什么伤害。我最喜欢的一点是它非常的便携，戴上了之后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就不用干巴巴的躺在那里生等10分钟。下面我就给大家上脸去试一下，先把我们这个眼罩给安上，你平时可以非常简单的把它拿下来清洗。好的，我现在是去卸了个妆，然后把脸上的瑕疵和污渍都洗干净了之后，抹了一层 Current Body 自己出的一款精华，这样就可以让一会儿的光照更好的吸收进你的皮肤里面。因为如果你抹的不是它自己本身配套的精华或者面膜霜的话，是有可能导致阻碍这个光照吸收的可能的情况。它的使用方法刚才我已经介绍过了，现在我就直接上脸给大家试用一下。今天就来使用一下全效护理模式吧，就很简单，你就把它粘在脑后，然后就可以很牢固的粘在你的脸上。因为它是一个随行的模式，你可以随意的在屋里走动，不管是去做做家务，你想去读本书，你想玩玩手机，看会儿电视，什么都可以。好的，现在我已经做完了10分钟的全效模式，现在的脸上的感觉就是较的紧实，然后因为搭配了它的精华也不会干，也不会觉得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每次当我照完这个光之后呢，我就会按部就班的进行我护肤的步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我一样种草这个非常方便又实用的升级版的家用面膜仪呢？如果对这款产品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大家去戳视频的描述区，可以找到这款面膜仪的链接。Recurrent Body这个品牌也出很多不同功效的一些美容仪器，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浏览一下。而且在11月末的黑色星期五的时候，他们应该也是会有一波大促销，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好了，这就是我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喜欢Gloria视频的小伙伴们千万不要忘记点击订阅、评论、点赞和分享。那我们就下期开箱分享视频再见啦。比心。